时时，咱爱由内自省，向咱的内心嘛，爱下功夫啦，咱爱勤修，咱爱时时培养咱家己迄念真待人真啦、做事爱诚，有迄份的真诚的心态，这是咱应该爱有的心量，更需要时时提高境界，预防贪嗔痴慢疑的心量。所以啊，安尼讲吼，是因贪起杀，因嗔因痴及以慢杀，是行恶方便呐，色杀缘杀及以咒杀。人的心念实在那一点啊无拄好呢，迄种的恶念连环呐，杀就是恶的心念。既然那杀啦，就是迄个恶已经呢，马上随成立了这个恶业哦，业必有因呐、啊。这个业来自一定有因缘哦，所以啊，业必有因呐、啊。那因呢，就是从这个恶心所起，咱所做一切的业。业因就是从心起呀，所以叫做贪嗔痴慢。哦，这四项若该各做一个起来，那就是业啦。一位饲牛的人养大了一只牛啊，已经有够肥咯，有够大只啦，会当扛起卖啊！迄一天，这只牛伊都该扛起卖啦，牛伊知影。到甲一牛场的时，已经若拍袂了后啦，一定呢是走入屠宰场啊。所以牛锁啊，安怎大力牵呐？安怎扭呢？四只脚定条了呢？就是不肯走，饲牛的人不只是大力扭啊，扭袂行，搁用棍啊，棍啊拍断用牛鞭甩啊，这只牛真正哩痛苦。就对着伊行啦，拄仔要入市集去，有一户呢富有人家，有一位王贵啊，拄行出来伫外面，一只牛啊，赶紧呢，脚紧屈落去啊，大头呢，伫这个王贵的头前。一直流落眼泪啊，真正的困切要求愿月会当救伊的命。愿月看到
嘛是真无良心啊！伊就问你是要甲牵去倒位去啦？进牛场来去拍卖啊，通好伊抬啊！这冤家就讲，你这只牛差不多价值偌侪钱啦，我甲你买啦。8,000两银，真贵。冤家呢，真正无忍心啊！好啦，我甲你买。但是这个饲牛的人啊，看到讲这只牛，伊就足气，恶念再转。你就是呢，8,000两啦，3倍我都无要卖，我一定呢。起码家己亲自要杀，我先食伊的肉，再来卖伊的肉。这只牛真无奈啊，对这个人惊啊。到家伫迄个空地，一间空厝的地方，这位饲牛的人啊，感觉这个所在呢。是上好太牛煮牛肉的地方啦。天也已经暗了，就伫迄个暗时，就甲牛抬啦。然后呢，吹到迄个灶，伊就咧捡茶，牛肉伫遐煮啊。家己呢，嘛是真忝嘛，就安尼随便倒了就困嘛。到个天未光的时，想讲牛肉煮嘛差不多熟啊，伊呢去看，就人呢探头落去看嘛。伊某呢，伫厝里感觉，一天都已经过啊，过一天呢，嘛得要过过去啊，哪会卖牛到这当阵也未转来呢？顺着这条路啊去找啊，找到迄个。床头伫一间废弃掉的头前啊，看到一堆的花啊，伊来探头内底看卖，哇，看到呢，伊的心心上半身啊，躺伫迄个顶底，滚滚的水啊，牛肉烂，这个人的上半身啊。连头带心都暖去，这段故事啦，人啊，这饲养客卖人的生命，这已经呢，都是一种这个养生实验。何况讲起到迄个毒心，搁在自杀吼，即家己去抬，用来互人抬，都已经呢是作孽啦。或者是教别人去杀，这嘛是孽吧？何况讲吼，自作去抬，想看卖呢，是毋是贪？真七万，这物件呢，甲做一个，只是干呐，情，伫迄个所在，这只牛唔对伊行，安尼，就是当着好人啊，伊所出的价钱遐尼正悬，伊呢一念的恶心气。
就是干那一念要杀伊，搁要食伊。看这种的恶啊，实在是恶上加恶，顶顶塌塌的恶啊！这种呢的恶，真正的强啊！所以呢，迄种恶因恶业啊，会强盛啊，就现报啦。真的是因为贪嗔痴慢安尼呢，所以生起了这份现做现报的业。也那无伊那卖伊呢？阁有钱好摕啊！阁放这只牛的生路啊！安尼敢毋是真好呢？他就是呢，因为安尼大概挣扎起着迄点恶心，所以呢，非杀不可，亲自杀，这实在是吼真恶啊！人心啊，恶劣啊，实在是可怕。